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掌声欢迎欧莱雅 Pro 的品牌代言人肖战，欢迎战战。哟，好，战战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赶紧跟大家先问个好。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莱雅 Pro 品牌代言人肖战，很开心能和大家见面。欢迎战战，每次见到战战就是觉得状态越来越好，而且有一种帅，你知道吗？就是帅入发丝，连头发都在帅。好的，谢谢，夸得有点不好意思。是，刚刚我看那个我们的广告片哈，其实也非常羡慕战战这个头发状态啊，包括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神采奕奕的。最近这个心情怎么样？自己的最近很好啊，很放松，就像今天的这个 look 一样，是不是？对，特别的休闲，然后特别的放松，很休闲放松，同时而且透着一种Pro 很专业的感觉。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的欧莱雅 Pro 啊，确实生活当中跟我们都非常的有关系。战战自己平时对于头发的护理啊，这个保养啊，有什么样的经验吗？头发的话，平时还是会注意一下，因为平时做造型比较多，所以对头发还是有一些损伤，所以其实也是要花一点时间，要真正的去做一个管理，对不对？而且还是会注意一下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会影响到头发。哎，我这近距离看头发完全就是丝丝入扣，非常优秀。丝丝入扣，确实因为工作的关系哈，看有些比如说古装剧要戴头套，然后我看有些年代剧可能又会有变不同的角色哈，可能偶尔背头，偶尔有刘海。对，就发胶啊，其实很损伤头发。经常要去折腾头发，这是战战的小困扰哈。大家也可以想想你有什么困扰，一会儿也许专家能为大家解答。但是我好像印象当中，你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喜欢简单的发型。对，清清爽爽。我生活里面的话，我很少会去用什么一些产品啊，是发胶啊之类的东西，就是洗完头发然后吹干之后的状态。也是让头发有一个头皮有一个放松，对不对？对，就是给自己一个自然的一个呼吸的状态哈。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很多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关于头皮的，包括头发的这个养护的一些问题，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一个解答。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的老师会给大家一起来完整的洗个头，教大家怎么去洗头。洗头还要教吗？你觉得你洗头是不是很擅长？给自己洗头功力打几分？从小这每天洗澡洗头，这个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吧？你觉得有多少分？先这个还要打分，夸下一个海口。像我就觉得我超会洗的，但是我大概前期了解了一下，我发现哎，不是哦，有很多小细节。是吗？我觉得我70分、80分怎么也有吧？70分、80分啊！一会儿专家分析完了，然后你再打个分，好吧？我们看看会不会有行新的知识点 get 到哈。然后除了刚刚战战也讲到头发的护养，其实我觉得头发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它其实在侧面反映我们的身体一些状况。比如说最近头痒，那可能是不是你的饮食啊，或者休息不够啊？你会不会也在因为要保护头发而去做一些身体的锻炼啊？这些？会。因为我觉得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然后跟休息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反映在头发上面的。是，然后像我平时我不太熬夜啊，不太熬夜，真棒，年轻人现在很少不熬夜的。也是刻意要求自己这样？没有，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啊。哎呀，不太熬夜，熬不住，我就熬又困了。然后还有坚持锻炼啊什么的。我今天看到战战的第一眼，我就觉得战战变壮了。我有看你那个闲暇碎片啊，就是很我喜欢看你发一些日常然后锻炼的。对，是夏天的关系吗？经常运动最近？也没有，可能也是跟平时工作有关系吧。我看你有打那个打羽毛球。对，然后还有打那个桌球啊。对，最近还在练网球。哇塞啊，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其实我觉得身材要管理，头皮也是要管理的。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和战战一起来学习一下关于头皮的头发的管理上面会有哪些新的一些招数哈。因为确实欧莱雅 Pro 非常的专业。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困扰，就是头皮爱出油。你会有这方面吗？我好像不太油。不太油。对，所以你看每个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像有些我身边的人可能头皮爱出油啊，然后扁塌呀，还有一些头屑问题，是其实比较普遍的。今天我们应该会通过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些细节当中来着手哈，通过我们专家的专业的这个头发护理的方式给大家来好好的做一个
一个科普。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用掌声欢迎我们 Olaya Pro 的教育经理，也是专业的头皮头发护理专家，他拥有15年的色彩及美护发交流体验的经验。掌声有请丁洋溢老师，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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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你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主持人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在打声招呼，我是老热 Pro 的丁洋溢，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有机会一起分享。嗯，今天我们要听说要跟您来学洗头，要跟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学习一下洗头发，然后护理头发的一些很日常的建议，对不对？没有没有，太谦虚了。其实呢，我们就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日常当中的一些简单的洗头的方式，方法。刚刚战战给他的洗头功力打了75、80分，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老师给我们输出一些新的知识哈。先问一下老师，我们讲这个，我听说过一个观念，说头皮跟我们脸的这个皮肤是一张皮。对，是这个道理吗？它其实当中呢，从成分上来说的情况，构造来说的情况下，它是一张皮。那它其实相对来说的话，那脸上的这个皮肤的构造呢，一样跟头发一样，会分成咱们所说的表皮层、表皮、真皮层，然后皮下组织。哦，分层是一样的。对，那有什么区别吗？我们的头皮？我们的头皮相对来说的话，上面的皮脂腺会更多一些，然后脸上的这个皮脂腺会少一些，而且尤其是我们的额头嘛，那这个时候它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油脂腺会更多，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女孩子她的这个头脸发梁那个位置会出油出得特别快，她们经常抱怨，其实实际当时头皮跟咱们所说的额头的油脂腺做的。哦，原来是这样。最容易出油也是因为头皮的这个特性啊。对。那我要提个问题，老师，我们日常一天洗几次头是科学的？等一下，先问一下战战，你一天会通常是几天洗一次头？战战，我觉得要是平时都在家里面的话，我不会每天都洗，不会每天洗，因为我记得从小我妈跟我说，这个不能每天洗头，会损伤我们的头皮。过度清洁其实我要是在家里的话，就是不运动啊，不会出汗什么的，我估计就两天洗一次，正常的话肯定就每天洗一次。是如果运动了出汗了，或者是外出了，对，就会每天洗，每天洗一次。老师，你来给一个解答。其实你可以按照头皮的分类去洗发。那比如如果你是油性头皮的话，其实我们这一天洗一次头就够了啊。比如我爱出油的就得天天洗。对，天天洗，这样的情况下清洁更好。那另外呢，如果我是干性头皮的情况下，那就是我。对，刚才我已经听到了，就是在那个日常当中有运动嘛，可能这个时候会一天一洗。那平常的时候，其实大概有一天3、4天左右，如果特别干的情况下，也没有特别干，那差不多2、3天就 OK 了。所以战战的方法是对的，妈妈教的是对的，不用每天洗，误打误撞吧。妈妈很了解你，应该是。讲到这个洗护发，老师都来了，战战你有什么提问吗？关于洗护发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好像平时我们说到洗头，大家都会觉得都会洗，那会有什么我们忽略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们没有注意的一些问题吗？那问得特别好。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您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这个板子。那我们其实实际当中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从最简单的这个洗头来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好的，那我们可以往这边来一步到这边，我们请丁老师带领战战和我们一起来洗个头哈。对，我们就在这上面假设我们就洗个头。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在洗头前梳理头发，避免头发的一个打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人群呢，有些女孩子会说，我洗头的时候头发会怎么那么掉得多呀？那其实实际当中就是因为之前它没有一个很好的把头发梳开，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抻拉力会让你掉发掉得特别多显得。那男生是不是也要先梳一下？对，男生也要梳一下。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打一些发胶，然后造型，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梳一下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它的头发不会粘黏，那你在冲水的时候就特别好了。明白，学到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充分的，咱们叫做淋湿头皮给头发。这个时候呢，针对个人头皮的不一样和头发的不一样，我们选择针对性的发型师，这个洗发水一定要洗两遍。要洗这个？洗两遍。两遍。洗头要洗两遍。对，要洗两遍的。洗两。洗两遍的原因是什么？老师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每个人的头皮跟头发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按照头皮跟头发选择不同的洗发水。一个是针对头皮，一个是针对头发。对，特别好，好专业。对，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在洗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第一遍在洗头的时候，那有一些人的头皮是容易出油的，那有些人的头发呢，头发是干燥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头皮出油的话，那我们第一遍在洗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头皮洗干净，用适应的这个针对头皮的洗发水。那第二个，如果你的头发是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呢，那你第二遍清洗的时候就一定要使用这种适应头发的一个洗发水。那比如说像
Olay Pro 的一个顺顺洗发水、嗯、那洗完了以后的情况下像头发它就会很顺滑、哎、在这里就更加的顺滑了对 对, 对更加顺滑哎，我有个疑问老师像我这种资深油头的同学哈、嗯、洗完有些那个油头的洗发水、嗯、洗完头皮容易紧绷这是为什么、嗯、其实这样就是一般我们在做控油的这个同时呢很少有补水嗯，那只有水油平衡了以后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头皮呢才能非常健康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达到平衡以后的话那我们的头皮的一个生长环境也非常好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Olay Pro 呢也会出现一个咱们叫做核心的一个科技那在这里面叫核心平衡科技嗯，那它会通过一个双重的一个水油这个平衡对、哦、好的明白继续洗头下一步是什么了、嗯、啊？那下一步的情况下呢我们充分的就是怎么呢打下这个把它泡沫要打起来嗯，这个时候呢泡沫丰富的情况下呢这个我们要在选择洗发水的时候要选择两点一个是怎么样呢泡沫丰富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让泡沫越丰富的时候在洗头的时候会让你的头发相对来说的话更容易清洁泡沫越多越密它越容易把你的发根当中的一些油脂啊还有包括一些污垢清洁出来哦，站站感觉有很多的小问号是因为我还有一个疑问嗯，就是比如说洗发水的话是直接往头上挤还是先挤在手心然后先搓开然后再上头呢对特别专业啊但这个我也很好奇但那个手势已经特别专业了那在我们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一般在洗头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把手掌摊开然后我们会淋一点水这样呢慢慢去轻柔其实呢我们在这样轻柔以后的情况下呢把这手上的洗发水呢可以再上头是吧对再上头发因为我们尽量避免直接把洗发水搁在你的头发上面如果我就是直接上头我也是我洗了18年了哎所以不能轻易上头是吧要先挤出泡泡 对要挤出泡泡然后老师你不早说都怪你我都白洗了我来的晚了真的是不是以前也没有这个意识啊完全没有所以这样子能够让它这个清洁的效果达到更佳对因为泡在头上起来以后更容易怎么样就是在你的头上充分的去这个洗涤了解了那下一步是那下一步就是说擦干这个头发以后的话情况下我们就要做一个第四步的护理了其实护理还是比较的重要的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在做护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头发洗完了以后的话用毛巾把它蘸干蘸干了以后我们直接把护理从发中一直涂到发尾这样涂完了以后那等它充分吸收以后冲水即可了但是在这里面千万要注意一点啊就尤其是比如说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这个洗头完了做完护理的时候特别要避免你的发根跟发中发根和你头皮这个位置上因为如果这个位置上沾到这个护理的话对于头皮来说的话就不太健康了所以我们的顺序是应该从发中到发尾然后用手去揉现在又乐了学到新知识了吗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挺困难的对很容易就弄到那个头皮了对那其实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手捏住这个护理然后去这样去拽一拽发尾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好那当然了有一些非常就是受损的头发来说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是可以之前把它先涂在就是洗发之前把它先涂在发尾的地方先涂发膜做一个咱们所说的洗前的护理哇真的很多今天就刷新我对洗头发的认识是如果那种烫染过度头发干枯一些的可以先把发膜涂在发梢发尾上对就是如果我们特别严重的这个受损的头发那我们就把发膜直接涂在发尾这个地方然后等头发去冲洗干净以后的情况下我们把它擦干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咱们叫做核心的一个修护这样其实让两遍头发会特别好大家把这个小本本都记好了很多知识点然后记好了借我和战战抄一抄我很好奇问老师刚刚我们讲到洗头的时候讲了这个泡泡要在手上先打出泡沫再上手洗头的这个手法上有没有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还真的是应该有一个非常专业其实我们在洗头当中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洗头的手法等一下我先问一下战战你通常洗头的手法是什么样的就是一顿操作我也是就男生可能真的会图快哈有时候就这样来了是可以吗就怎么开心怎么来是对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开心怎么来对吧就这样对使劲抓那其实当中这个方法呢一定要注意那在这里面其实实际当中呢来站着因为你经常在洗头的时候一顿操作嘛就我们在操作当中一定要用你的手指肚那你的手指肚在哪里 对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看到10个手指的手指肚指肚的手指肚然后我们把它交叉对你可以交叉完了以后呢就用你的指肚在你的头上进行这样的按摩
对，这个三焦线指肚进行，对，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你的头发是得到了，你第一个头皮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放松，第二处理以后它不会因为指甲划伤你的头皮。哎，我们能不能老师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口诀或者是方法步骤，我们跟着您一块学一下这个洗头的时候。行，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这样，然后我们把双手这个摊开，先摊开，然后指肚这个位置，刚才我们说到了，然后交叉，交叉，这样下去交叉，对，然后放在你的这个前额处，前额处，对，然后这样去。这样去，对，这样相对来说呢，去按摩，一直按摩到拳头，然后到后面，对，到后面以后的情况下，特别要着重你的 U 型区这个位置上。哦，对，这个 U 型区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眉毛以上的这个 U 型区，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再揉搓三四遍左右，这个时候你的头发会彻底的清洁，明白，特别好。学到了，太棒了！我现在就想去洗个头，把我这18年来洗错的重洗一遍。没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步骤哈，按照4步来做，就是可以把日常的这个洗护做到一个比较专业的程度了，对不对？对。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在这里呢，其实实际当中呢，我们在洗头的时候还要尽量怎么说呢？咱们在这个。一定不要用指甲湿巾挠啊，不能用指甲湿巾挠。对，因为如果你用指甲湿巾挠的情况下，会划伤你的头皮，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造成了头皮的损伤。那洗头水的这个温度有没有一个讲究？有，非常有，因为我们叫做低温冲洗嘛。如果你高温冲洗的情况下，会对头皮的一个咱们所说的一个对头皮的损伤。另外一个，你会让角质层的一些这个水分容易蒸发。这样的情况造成发根脆弱，容易短。不要太烫的水。对，不要太烫的水。对。沾沾眉头紧锁，又学到了新知识。是，有什么你今天刚刚通过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新 get 的知识点吗？太多了。哪个是让你？我觉得每一步我做的都不标准，都不够到位，是不是？都不够到位。比如说哪个你今天回去要好好的体验一下的？每一步吧，每一步，每一步，我觉得每一步我都要好好的再体验一下。那我们先回到中间吧，来，欢迎老师，欢迎湛湛啊，先来问一下湛湛。刚刚开始前，您说您洗头是80分，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有 Olay Pro 很专业的这个洗护的陪伴，然后有老师专业的知识，我就永远不会太晚。我们现在就能够学到，没错，跟湛湛一起学，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起 get 起来哈、啊。那我还想再提一个问题，我这问题真的有点多，没有。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通常洗头的时候，应该先洗头还是先洗身子？等一下，这也要问一下我们代言人，湛湛，你通常会是什么步骤？有讲究吗？我也很好奇这个点。我一般我都先洗头。我也是，我总觉得先洗头，把脏东西先洗出来，就是从头到尾嘛。对，按一个这个顺序，老师正解一下。其实我也是这么看的，所以这样是科学的，可以的，没问题。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按照老师的刚刚的提醒，让大家按照正确的步骤，然后有细致有重点的去对头皮头发做一个很好的呵护，这样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头皮头发都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哈。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一个受损发质的问题，其实欧莱雅 Pro 很厉害的，就是针对受损发质专门做研究，然后且做了7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关于这个金属的残留哈、能够解决掉。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里面呢，咱们在这个欧莱雅 Pro 的里面呢，有一个咱们所说的叫做顺顺护理。那其实实际上呢，它是有一个巨噬分子，那它会把你头发里的这个咱们所说的金属沉淀包裹住，这样的情况下呢，在做护理的情况下把它拿出来，这样让你的头发更通透。哦，非常好的一个。这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日常有些时候使用一些护发的工具啊，烫染的工具，才会有这个金属沉淀的困扰？对，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当中的染烫，然后包括尤其是染发嘛，那里面的金属物质，然后它会对那个沉淀。其实最大的一个就是水，水里的金属物质呢，实际上是最多的。那它沉淀在整个这个头发里面的时候，时间越长的情况下，对你的头发相对来说影响就不越大。所以很骄傲的是，我们欧莱雅 Pro 有这个7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这个顺顺啊，这个发膜当中的核心修护科技哈，能够让我们头发的金属沉淀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和解决哈。下面我们刚刚头已经洗完了，下面要到护发了。下面要做什么，老师？护发呢来说的情况下，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护发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把头发吹干。那吹干了以后的之前呢，我建议大家呢是可以先上一些咱们所说的精油。那精油呢一定是怎么样呢？从咱们的发中，然后上到发尾，然后这个吹头发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咱们所说的中风，然后中风这样去吹。吹干了这个发根以后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这个咱们所说的比较弱的风去吹发尾，这样的情况下
避免整个的一个很不要用台风吹啊，对，不用台风吹，人家有用造要用温和一点的风量来吹。对对对对，然后张哥你在笑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是之前也是用风力没有那么把控，是不是？我就怎么大怎么吹，就吹得快才是重要的，对不对？对对 对, 对，确实是，大家其实有些时候都会有点追求速度哈、啊，然后忽略了这些。惭愧惭愧，对不起我的头发，但是你依然发量优秀哈、啊。对。那其实哎，我还有个问题，郑亮，你一般吹的时候，你会用偏暖一些的还是冷一点的风？很烫的风，有没有很烫的风？因为它吹得很快，吹得快。老师，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其实我们应该建议咱们所说的，刚才说了中风，因为你很烫的风，对于头皮来说的情况下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如果风很烫的话，你毛鳞片张开的那个鳞片会被这种热风怎么样侵害？哎呀，所以头发也会很毛躁。哦，所以中风不仅仅是风量，也是温度要适中。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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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切都是讲究一个适中就比较好一些。对，今天真是学到了，上课了啊，没有让大家白白来。那除了这个，刚刚讲到用了这个精油哈、啊，精油在发中和发尾的部分，还有什么在护发的步骤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是这样，用完精油以后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把头发吹干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其实在发尾的地方，然后再上一些精油，因为有的时候发尾可能会非常受损嘛。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精油滴在手上两三滴，然后你用手掌去搓，搓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帮它有助于吸收，这样放在你的发尾、啊，那整个轻柔的情况下会使你的发丝非常柔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然后去睡觉或者是休息都会比较好的一个，尤其是头发一定要吹干，一定要吹干吗？一定要吹干。我怎么听说过那种说吹头发吹个半干，剩下自然干？我也听说过，对不对？是好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这个朋友们希望就是吹头的时候，我希望稍微是这个不要太干，半干就可以，半干就可以。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那因为呢，你湿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毛细血管是张开的，那冷风会侵入你的头皮。另外一个就是你毛鳞片张开嘛，你躺在那个的时候，毛鳞片也在摩擦，那久而久之，有可能你会产生，比如说头疼啊，偏头疼，或者说比如说毛鳞片这个摩擦的时候，你的头会越来越毛。那如果说、比如说不是洗完头就要睡觉，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还是建议你不管工作多忙，或者说可能你要有一些事情要做，那还是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把头发吹干，因为你不吹干的话，它的自由基会让你的头发怎么越来越毛躁。明白明白、好的，我们都学到了今天的，就是洗头如何洗，然后护头如何洗啊、如何护，都让大家就是一次get 到了很多新知识哈、确实很重要，也会刷新我们日常洗护的一些认知哈、谢谢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下面我们讲到这个整套理论是这样子的，那如何来选择适合我们的洗护产品啊，要拜托老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了。如何这个适合我们的洗护产品，其实实际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些小的实验，然后可以看看，比如说当时我们在说有油头，油头，对吧？那油头油相当于说怎么去油，然后这个时候呢泡沫怎么丰富，其实实际当中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套产品，来，对，那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套产品，那它其实就是专门为控油设计的云朵瓶、这个叫云朵瓶，站在哪里、这个云朵瓶就是适合很多像我这种哈，也可能很多。在看我们活动的宝宝当中，有一些这个容易出油的适合，对不对？对。那我们云朵瓶是不是在起泡沫这方面很优秀了？对，非常优秀。能做一个现场的演示吗？没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好的，好，我们和站长一起来见证一下云朵瓶的起泡的这个实力。好了，现在就是我们的欧莱雅 Pro 的小小实验室了，我们要来做一个起泡的一个实验哈。现在我们桌上准备的一个是我们的云朵瓶，然后一个是我们其他洗发水，所以老师你一会儿用云朵瓶来起泡，我用这个来打，看看我们谁的起泡的密度和迅速的程度更快，好不好？那我们一人都挤一泵，是吧？好，站站帮老师这边操作一下哈。这个打开。我们一人挤一泵哈，对，公平啊，公平一下。好，那我们打20下好不好？好，站站帮我们数一数。OK， 准备开始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20。好，我打完了，我们来对比一下。其实我把这个先放下去了。哎，大家可能我不知道镜头上能不能看出来哈，明显这个的厚度要更加绵密，对，密度要大，这个里边是空的哈，可能这个对更实一些，对，这个壁上可能挂了一些，但里边是空的，我们可以打开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这个地方、这个、比较实的，打开就很浓密，特别明显。
哇，所以确实是我们的云朵瓶在这个起泡方面速度和密度都非常的够给力啊。嗯，这个会对我们洗发的过程当中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老师？那对于这个头发来说的情况，最直观的感受来说的情况，就是它其实实际当中起泡比较那个明显嘛，密集，然后厚度比较厚。是。这个时候在你洗这个去污的时候，在洗头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头发的这个缝隙接受，然后可以把你那个刚才我们说到，可以把你深层的这些油污清除出来，吸附出来，丝丝入扣，每一个缝隙都能够侵入进去，对，把这油脂给带走，对，带走。所以很适合这个头皮爱出油的宝宝们啊，对对对，这个我们的云朵瓶。那这个洗头的部分完成了之后，在发膜就是护发的部分，我们有什么推荐的？护发部分呢，其实我们就要用到发膜了。那在发膜当中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在做发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挑发膜当中会有一个小技巧。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发膜呢，一定是这种乳霜质地的，因为乳霜质地，看一下，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乳霜质地的发膜呢，它的浓缩性跟这个营养性是非常强的。那特别容易被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头发，咱们所说头发吸收，啊，它因为浓缩嘛，它的营养比较丰富。那在这里我们怎么判断呢？其实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咱们所说的把这个杯子倒过来以后，它这个发膜不会洒，直接倒过来。对对，倒过来，它不会洒出来，不会洒出来。来，让我们代言人试一下，来，你确定吗？这么神奇吗？对。那待会儿，但是如果洒了，你赔钱了。我赔钱了，我赔钱了。但我很怕它会洒出来，我这样吧。完全 OK 哎。对。哎，真的，对，不会洒哦。所以这代表的是我们的欧莱雅 Pro 的发膜，它非常的滋润，营养很充足。对，营养很充足。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说了，要越受损的头发越需要这种营养去滋养。嗯，这发膜叫顺顺发膜，顺顺发膜，对，顺顺发膜，就是由我们的核心科技的，核心科技欧莱雅 Pro 的一个核心科技。那其实实际当中，它会等于是刚才我们说到，可以坐在头上做一个二次的一个核心的修复。哦，而且这个顺顺发膜，我知道它是不是比一般发膜用的时候很适合我们这种男生，它时间很快，对，一般发膜好像都要5分钟左右，这个1分钟就能够完全被吸收，对，完全被吸收。其实你只要涂在头上面，也不用去蒸，那而且它的味道很好闻，站上你闻一下，是不是淡淡的一种，就是那种橘香，橘香，很舒服，很舒服。因为发膜确实味道很重要哈，因为它涂上之后给你的头发就会带来一种自然的香味哈，所以大家就可以用我们的顺顺发膜，让头发顺顺，就让我们的头发整个就是护养的非常的健康。 对健康，这个很重要。那做完了这个发膜之后，是不是要到精油了，老师？对，精油了。那在选择精油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去推荐一下。那我们在选择精油上面呢，有三个点非常要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呢，那你在选择精油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种比较轻的、容易被吸收的，咱们叫做没有黏腻的那种感觉的精油。那涂在头上的时候，它不会有发膜要黏腻一点，精油要轻盈一点，对，精油要轻一点。如果你做造型啊，还有包括它在头上的时候，不让你感觉到那种很油油的感觉。对，很清爽。清爽。第二个就是吸收快，你涂在头上以后的情况下，它吸收的非常快。第三个呢，比如说光泽感比较强，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让你的头发整个是很顺滑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欧莱雅 Pro 的黄金瓶，对吧？对，这个就很适合大家日常做这个精油护理的时候可以用它。谢谢。哇，今天干货满满，有了这个理论的知识，也有了产品的推荐。站长还有什么疑问问我们的丁老师吗？我觉得今儿已经课程量已经很大了，站长现在这北京口音越来越重了，今儿已经就学到很多，我得好好的消化消化啊。对对对，太棒了，谢谢您呢，看来都是北京人。谢谢我们丁老师今天专业的分享，然后我们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您，跟我们分享这些专业的知识。好，感谢，谢谢，休息一下。好，哇，好棒啊！今天我们通过收获满满啊。对，因为我们的欧莱雅 Pro 代言人的关系，跟大家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啊，确实在护发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有很多的新的了解，然后也让大家在选择不同的洗发护发的产品当中，有了更针对性的每个人的需求是什么啊。那我要问一下站长了，作为我们欧莱雅 Pro 的品牌代言人，刚刚这一小堂课下来，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品牌，你会选择哪个词？我觉得当然是专业。哦，就是 pro 的意思，对不对？对，专业。怎么讲？
就是不仅是产品特别的专业，而且让大家也了解到了很多洗护方面的专业的知识。嗯，双重专业哈，没错。其实我觉得欧莱雅 Pro 大家都会把它直接理解成就是专业的代名词。嗯，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宝宝们知道哈，其实专业这个关键词是我们今天活动主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欧莱雅这个品牌它就是从欧莱雅 Pro 开始的。是先有了欧莱雅 Pro， 我们才看到今天的整个欧莱雅的大集团啊！而且当年就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家叫做欧仁舒莱尔，他发明了全世界第一支无公害的染膏，嗯，然后他把这个染膏分享给了很多专业的这个发型师来使用，才开始了一整个欧莱雅 Pro 的历程。到现在，欧莱雅 Pro 有多少年历史了？上百年吧，真的有上百年的历史。而且作为高端沙龙美发品牌呢，一直以来都和全球一线的沙龙进行合作，可能之前大家都会在不同的这个顶尖发型师的手中，就是很厉害的 Tony 老师人手一瓶现在就不一样了哈，因为在我们北上广呢开设了三家专业的旗舰沙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线下的这个实体店去体验一下欧莱雅 Pro 的这些产品。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么优秀的产品通过沙龙带到消费者的家中。其实我们现在就换角度想，就变成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有这样专业的享受到专业的沙龙。对的，然后站站用什么我们也可以用什么，就是跟大家一起用很专业的这个产品来保护和呵护我们的头发。所以太棒了，没错，太棒了。站站今天一整个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看到我们这么优秀的欧莱雅 Pro？ 收获满满，收获满满。回去好好消化一下，好好消化一下，从好好洗头开始，好好洗头。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欧莱雅 Pro 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用很多的先锋的黑科技带入到我们的这个洗护的过程当中，包括全球都有很高精尖的科研团队啊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探索和突破。比如说顺顺发膜当中的核心修护科技，它是通过我们的科研人员7年的时间，然后他才得到了这个头发的金属沉淀啊，包括修护发丝的秘密的突破，然后运用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来。再比如还有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水光蒸发棒，它是我们独家的专利的这个蒸汽专利技术，所以从护理到造型到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把欧莱雅 Pro 专业这个词做到非常极致哈，让我们生活当中有了更好的这个体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分享，然后了解到我们欧莱雅 Pro， 然后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注重细节，然后做好你的头皮和头发的管理。所以站站，你今天通过这个小小的分享之后，你希望把这样很棒的这个美发护发的知识分享给谁？分享给我妈是身边关心爱护的人，对不对？没错，因为这个确实很重要哈。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一起跟着站站一起哈，把自己的头发管理好，因为我觉得头发好的状态也是一个人健康的一个表征，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状态好的时候，你去无论是工作啊还是跟别人去见面啊，都会更有自信啊，自己的状态会更好。好了，今天有这么多专业的分享，也希望站站给我们说点祝福吧，分享给我们今天认真听课的小朋友们，祝福的话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用专业的科学的洗护方式，然后好好的呵护我们的头发，同时呢也要注意平时的生活习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最佳的状态，从秀发开始焕发每一丝可能。哇，这个好棒啊，焕发每一丝可能，祝大家能够容光焕发，百发百中，像战战一样，每次用一个很好的状态来迎接生活和工作当中的这些挑战哈。再次谢谢战战今天的光临，谢谢，太棒了！我们期待下次再有机会在我们的欧莱雅 Pro 和我们的品牌代言人肖战多多的分享实用的知识。那请战战先休息一下，好，拜拜，好棒啊！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小。